粉汤羊也是特别有陕西代表性。 Like an addict, do I gotta have it? I ain't even playing, got a really bad habit. If it moves, gotta grab it. Fuse like a magnet, lose, won't have it till I'm doomed in a casket. I ain't playing, got a weird mind. If you work 8 hours, I'ma work 9. If the shit tastes sour, you should taste mine. I'ma stay in power for a long time. Get up, nah, I ain't a quitter. Toss me the ball, I'm a really big hitter. Big picture, I'm a straight killer. Rising the song to the...说是个辣子蒜羊血，这简直太对我的味儿了。粉汤羊血是麻辣鲜香，这个是酸辣再打上带上蒜的那种香，绝了。香喷，这主要是蒜香，羊血是入口爽滑的。我记得顺子是不太老实来吃的，对吧？这个它是特别适合年纪大的两口不好的人来吃。看着太美了，再就一口蒜，起火了。 太好吃了，喜欢吃酸辣口的蒜香的，一定要吃。你尝尝，姐姐你炸的，人间美味。它这个蒜是生蒜那种香，跟辣子融合在一起，我的妈！太香了，是吧？它辣子火候掌握超好，就是羊血是要冒的，吃着是烫的，就辣子蒜羊血，热吃有热的味儿，能吃有冷的味儿，反正就是香。嗯，烫手。那一个个老师傅都是鼻青贴肿。我最开始没看见那个装台的时候，觉得看那个网评都说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 你好萌啊！<笑>下次我也扎个两个棍，差不多。<笑>把这边边泡进去，绝了！这绝对属于陕西美食的最重口的一个了。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，喜欢我的话一定要给我一键三连哦！我们下次再见，记得一颗蒜羊血，继续吃着，太过瘾了，其实并不是很辣，但很香，超香，走。